我们要去土耳其，我们上到土耳其了。哇，我现在脚软的，我们已经上到很高很高了，我有小小脚印的。第三就是 Lumos， 这边要保头。因为伊斯兰教，所以这边要保头。Life is a winding road, no telling where it goes. 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, won't stop for traffic lights. 在索菲亚外面有很多独立，噔，超爽。Traffic light.Sofia太美了，真的很壮观呢。有一个超大的马，Trojan Horse，很大哎。我觉得这边 vibe 超好的，整个 feel 很舒服，因为这边有人打篮球，有一个男生没有穿衣服在打篮球，然后这边就是海边码头，整个很舒服，我要住在这边了。这么这样多档卖假工啊，你看这边一档两档三档四档。前面全部都是卖加工的，为什么要卖那么多加工？住的hotel外面风景太美了，想下去下面这边走，很美耶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是土耳其皮革秀，我们刚才看完的皮革秀，现在就来看他们的 showroom。这边就是卖完全部皮革的地方。shopping shopping， 这个太帅了吧！后面这个就是 Ephesus， 世界七大古迹之一，保存了2000年的古罗马城。我看都是那烂烂融融的石头啊，因为。古战争留下来的痕迹来的，这也尽量保存了，因为他们还原到很辛苦一下。我们前面还有更好看的神殿，神殿看到吗？神殿。2000年前的石头。我们好像离团队很远了，但是太美了吧。所以不用紧，他们应该放弃我们了。棉花堡，耶！跟想象中有一点点不一样哦，不是这么有点黄黄底的，我以为很白啊。
就是温泉组成的山洞。论为了拍照有多牺牲，很冷的。太美观呢，我已经上到很高很高了，我有小小脚印了。